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主日，这台弥撒是特别为庆祝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开幕礼的感恩祭。今天的弥撒经文读经以及信友祷词都有专用经文，请看投影屏幕。敬堂曲福求圣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各位神父、兄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联合世界各地的教区，一起来开启2023年世界代表会议。主教会议的教区阶段的开幕的感恩圣祭，我们祈求天主圣神如同我们刚刚所唱的圣神降临颂，祈求圣神降临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内心里面降临到我们整个世界，使世界焕然一新借由这次世界代表主教代表会议的准备两年的准备赏赐丰富的恩宠。现在我们准备我的心灵，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讲，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请大家祈祷。上主，你治理并护守教会，求你将智慧、真理及和平之神请住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使他们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当中全心追求你的圣意，并且认出你的旨意后全力奉行。以上所求是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圣道礼仪，现在我们恭听第一篇读经。恭读《宗徒大事录》。五旬节到了，众人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声响，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座房屋。
有火一般的舌头出现，分别停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能力，说起别种语言来。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集了许多人，都非常惊奇，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个人本乡的话。他们惊讶奇怪地说：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雅人吗？我们每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话呢？我们中间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和卡帕多西亚、本都和亚细亚、弗里基亚和庞菲里亚、埃及和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论天主的奇妙作为。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打唱有。圣主是何等的美丽。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弟兄姐妹们，如同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在同一个圣神内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是同一个圣神所滋润的。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而不是只有一个肢体。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我便不属于身体，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了。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我便不属于身体，它也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了。假设全身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假设全身是耳朵，嗅觉在哪里呢？但是现在天主却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排在身体上。假使全身都是一个肢体，怎么能算是身体呢？但是现在肢体虽多，身体却只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身体上很不体面的肢体就越发加以装饰，不端雅的肢体却越发显得端雅了。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需装饰了。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对那些有欠缺的加给格外的尊荣，使身体不致发生分裂，各肢体反能彼此照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显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使它再咸呢？它便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全屋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在人面前照耀，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光荣你们天上的父。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请坐。请坐。本堂黄神父，还有我们的副本堂神父黄神父啊，各位兄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感谢天主，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一起来庆祝很不一样的一个开幕典礼啊。那这个开幕典礼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教宗方济各。上礼拜天10月10号上午10点在梵蒂冈的圣伯禄大殿主持了感恩圣祭那这个感恩圣祭很特别，就是为了开启以同道协行为目标的2023年第16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主题为以共荣参与及使命，来体现共益性的教会的序幕礼那今天10月17号，包括我们台中教区在内的全世界的各个教区，也同时开启自明年2002年4月。进入大会第一阶段的教区阶段的进程，那期盼在圣神带领下，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展开同道协行，在圣神的带领下，彼此聆听，分享他们在各教区地方教会的经验的旅程以便接下来在世界各大洲的阶段以及2023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行，最后落实到各教区来执行那我们今天也有各总舵区的传协会的代表来一起参与今天的弥撒。那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方法又是什么呢？那这个世界主教会议英文或是拉丁文或是希腊文叫 Synod S-Y-N-O-D 那有两个翻译，一个就是会议重要的大会我们说世界主教会议或是我们教区的会议大会比较隆重的，针对这个牧灵性针对我们的信仰针对一些教会的议题的代表大会都叫 Synod 但是这个 Synod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相同的同 SYN 相同那另外一个意思也道道路的道就是在大家在相同的信仰底下但为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每个受洗的基督徒我们都在灵洗的时候我们已经都有附油我们灵洗都附上圣油，那见证更是就是说我们这些灵洗的天主子民，领受圣神恩宠的天主子民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内分享天主永恒生命的这个信仰但是这个信仰也带领我们要走向
一个道路哈，就是天主圣言耶稣基督啊，借由他的诞生，借由他的宣讲，受苦死亡复活，他启示给我们的天国永恒生命之道啊，那耶稣就是这个道哈。但是我们不只在这个圣言里面啊认识这个道啊，更是一起走向这个道啊，分享耶稣永恒的生命，我们走上一共同的道路啊，一起迈向天国永恒的生命的这条道路哈。所以我们今天主持这台弥撒，当然教宗特别隆重哈。事实上我们教会啊也都固定啊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哈。那当然各个主教团派代表去啊，那今年教宗特别邀请啊，就是说啊针对这个第十六届世界主教大会的主题啊，共荣啊，参与啊，还有使命啊，来体现共益性的教会啊。换句话说，教宗希望我们所有的天主子民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彼此聆听啊，让这个世界主教代表大会能够做得更好啊。那当然以前也不是说没有征询哈，只是个别性的。那这教宗这次希望全世界的所有的天主子民一起来参与这个会议哈。所以事实上这个会议的方法哈，在主教共荣的宗座宪章里面都有规定的哈。就是说我们身为天主子民啊，我们接受了这个灵洗复油啊，我们都是都有这个参与这个世界代表会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哈，或是一个权利哈，这不是一个新的额外的事情哈。共荣参与使命啊，本来就是我们全体教友哈，我们的天主子民，我们必须要去共同去分享、聆听、集体表达出来的这个信仰的方式哈。那这个不是今年特别哈，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履行的本分啊。那特别借由这次的这一届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啊，我们在教宗在各教区主教的带领之下，我们恢复本来原有的教会的面貌哈。那教会是属于全体子民的哈，天主子民的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次世界代表主教会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主要的就是学习共益的精神啊，共益就是大家共同讨论哈，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经验啊，共享天主圣神给我们的带领啊，让我们针对我们教会面临的各种的议题、各种的挑战啊，世界的各种需要啊，我们重新来想起啊，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啊，那特别是藉由圣神，每个人天主圣神在每个人内心里面所带领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恩典哈，一些意见能够分享出来哈。那藉由大家的分享，藉由大家的聆听啊，使我们整个教会变成是一个大家一起来讨论啊，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见证哈，一起来实行的一个共同的团体哈。那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成为天主之爱的见证人哈，这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哈，成为天主爱的王国、天主福音的一个宣报人哈，那这就是会议的一个目的哈。那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也问我们天主子民一个基本的问题哈，那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在重温或是鼓励大家成为一个共益性的教会，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也一直在以这样的精神哈，同道协行哈。那在这个同道协行的历程里面，在我们的地方教会，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啊？那天主圣神邀请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为了我们能够在同道协行的历程上来成长啊。那我们相信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教区有咨议会，有参议会，我们有这个传教协进会各种组织就是来征询，来聆听大家的意见所以他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以及他有一个文件调查咨询的目的不是要产生一个文件而是要在圣神的引导之下我们有种下一个梦想引发先知和植物的愿景，使希望得以生长繁茂，激发彼此的信任包扎伤口一起编织关系的网路唤醒希望的黎明，互相学习也一起唤醒一份敏感启发心灵，温暖人心助我们一臂之力换句话说如同今天我们平日弥撒的福音所说的耶稣说他为了要救赎世人，然后要走上这个被定的苦路这个历程以他的苦难，以他的爱带给人天主的救恩但是门徒们在彼此争论谁是最大的谁能够坐在天主的右边那耶稣告诉他们，最大的就是应该效法他在天国里面最大的就是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别人的仆人然后来牺牲生命为大众做赎价那耶稣的梦想也是一样借由教会借由圣神的恩宠带领我们成为一个天主子民的团体我们彼此在天主的爱中，那我们去包扎去服务去学习然后对这些我们所说的最小的兄弟姐妹提供我们的服务那以谦卑服务代替我们愿意做老大的那种心态那这就是见证福音的信仰所以在这次世界主教会议里面有十个主题那希望所有的天主子民来一起来研讨十个核心的问题那这个十个核心的问题是反省说同道协行者到底哪些是我们称为我们的教会的人那是不是只有我们教会的人吗？还是也包括那些教会圈子外的人还是是不是也包含那些被遗留在边缘地带我们所谓的边缘人那教宗也邀请我们去反省那第二个是聆听聆听是第一步我们彼此聆听也唯有彼此聆听我们才能够聆听到不同的思想跟胸襟我们不带偏见的去聆听别人的意见但是更重要的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聆听年轻人聆听妇女聆听被排斥者他们的声音那第三个就是鼓励勇于发言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要沟通那邀请每个人有勇气来表达不同的意见彼此聆听，然后用朴实而直接的方式表达这些意见来圣神所给予的一些灵感那第四个就是庆祝庆祝就是我们教会不是一般的民间社团我们之所以能够一路同行，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样的领受天主圣神的洗礼之后为圣神所祝圣我们是在聆听圣言以及举行感恩圣祭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同道协行因为我们做的不是自己的工作，而是天主愿意透过圣神带领整个教会所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来反省，那祈祷跟礼仪生活如何启发带领我们同道协行那我们如何推动全体的教友积极地参与各项的礼仪祈祷借由圣事的圣化我们是不是怎么样更加的重视那我们是不是给予读经言和普济言更多的空间去服务这个圣事礼仪那第五个就是
邀请我们共同负起传教的使命啊。那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教会如何致力于服务社会啊？那这也是教宗一直在强调的哈，也是我们的信仰一直比较在台湾比较缺乏的哈。我们一直停留在教会里面哈。事实上，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一直强调啊，我们的信仰跟社会整个啊世界的是紧密相关的哈。那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各种痛苦哈，也是教会的痛苦哈。那我们要在天主的恩宠之下啊去努力哈。然后带动社会啊一起做一些革新哈，所以这些我们的使命不只在教会里面的使命哈，而是和社会还有政治事务、科学研究和教学，推动社会正义啊，维护人权，关怀人类共同的家园等等哈。我们说这个生态受造界啊，教宗啊最近也一直在强调哈。那第六个议题就是在教会与社会中的交谈哈，我们教会不是关起门来啊自己庆祝哈，自己感谢天主哈，我们跟社会要交谈哈，面对社会的问题，我们有刚刚有所说的哈，负起这个责任哈。那当然我们也应该跟其他的基督教派的关系哈，我们也要有一个彼此的友谊、彼此的交谈等等哈。那再来第八就是说啊，全力以参与哈，我们各种会议啊的成员都有他的权利哈，但是也有他的义务哈，去参与哈，我们共同定目标、实践方法和步骤哈，那大家一起在教会内实行每个人的职权哈。那第九个就是说辨别和决定的用哪些方法哈，换句话说啊，我们透过公益的精神。我们要去一起来分辨决定到底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哈，大家怎么去做哈。那第十个就是培育我们一个共益的精神哈，就是我们要一起探讨我们怎么样一路同行哈，同道协行的灵修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所以教宗梵蒂冈很重视这个会议哈，所以他邀请我们全体教会的成员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哈，边缘弱势的教友哈，病患、囚患哈，不进教堂的教友哈，还有社会上一些边缘的人，也邀请我们啊一起去反省教会对生命和使命啊极为重要的这个议题哈。那这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啊所希望的教会的革新哈。那教会不只是教宗，不只是主教哈，不只是神父哈，而是全体天主子民一起啊，藉由圣神的带领哈，赏赐的恩赐哈，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分享、服务哈，藉由天主的恩宠啊，给每人不同的恩宠啊，如同今天读经二所说的哈，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哈，为的就是啊。成为一个身体哈，去做天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也藉由这样的分享啊，藉由这样的计划行动啊，我们能够体验到啊，我们是一个共同的团体啊，我们一起参与啊，并敞开心灵接受教会的使命啊。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表真正的有效执行我们每个人。天主子民啊，我们身为朝圣者哈，我们走向天主同道协行，以及我们的传教士的身份哈。我们除了朝向天主走向永生之道之外啊，我们也是传教士啊，有传扬福音的使命哈。所以我们说啊，藉由教宗这次特别的邀请啊，落实到教区，落实到每一位信友哈。那我们在这边。啊，主教团啊，各教区啊，我们也特别来呼吁啊，各堂区，我们教区内的各堂区啊，各善会啊，各修会团体哈、啊，也能够配合啊，这个大会邀请我们的各教区要成立负责的小组哈、啊，成立一个负责的小组啊，那我们教区就是请我们的秘书长哈、啊，吉若望神父他组成一个负责的小组啊。那他们要代表教宗，代表教区，啊，用心的向
年轻人啊，九位进堂的教友啊，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社会上各种不同形态啊的组成的团体哈、啊，那也包括啊我们的教友家庭啊，以及非教友家庭哈、啊，我们广泛的邀请每一个人来参与这个会议哈、啊，那透过聆听啊，透过分享天主圣言，透过祈祷来更新我们自己哈、啊。反省啊，有关教会和天主子民的十大的议题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啊，那个十个议题哈。那为了达成这个同道协行的目标，我们将以相遇、聆听和辨明展开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哈。那教宗方济各告诉我们，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是聆听教，是聆听的教会哈，但是不只是听。也不只是讲哈，而是要彼此在圣神内开放心灵啊，彼此的聆听啊，彼此的互动哈。那我们也啊，教宗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会议，我们不但要听到平常我们亲近且熟悉的人的声音啊，也要去聆听过去始终疏远我们的人，跟他们相遇，也聆听他们的声音哈。跟他们交谈哈，那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啊，我们的同温层，与他人相遇及对话啊，那这个过程或许艰难哈，有时候甚至会令我们受伤，但只有真实的接触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环境啊，便其与众人坦诚地交谈啊，畅所欲言哈，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行天主的旨意，贯彻教会各肢体互相彼此关照的服传的使命哈。那我们以喜乐的一起喜乐，以哭泣的一同哭泣啊。那我们共同展现一个共益性的教会，及主耶稣基督啊许下圣神要我们在一起的圣事。敬的一个教会啊，福传的教会啊。那这次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上啊，我们教各教区的阶段极其重要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也是有历史上哈、啊，我们第一次这么隆重的哈、啊，在为了世界主教会议啊，我们教区开启这个啊弥撒啊，圣神降临的弥撒啊，来开启这个教区的阶段哈。啊那因为这个会议攸关我们全体教会未来的发展哈、啊，所以我们在此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所有的神父修女啊，我们敞开我们的胸怀，向圣神的惊喜开放哈、啊。我们也知道圣神是教会的灵魂哈、啊，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灵性生命的灵魂哈、啊。我们没有跟圣神合作。啊、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圣神，我们连想要服传都没有想到哈、啊，更何况也不可能有那个力量哈、啊，所以唯有圣神啊，向圣神开放，那我们才能够有跟天主的计划啊，圣神的恩宠配合哈、啊，我们才能够投入啊这个服传牧灵服传的使命哈。啊那我们请大家来配合之外啊，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提供场地跟人力的资源哈，使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啊，能够一个更好的一个筹划跟意见的分享哈，也让这个恩宠能够使我们的教会的面貌啊，以及世界的啊面貌得以更新哈。那圣奥斯定说啊。他也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罪人哈，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浪荡不羁哈，后来成为神父啊，后来甚至成为一个主教啊。他说：“我同你们在一起啊，跟你们一样哈，都是天主的羊哈，但是因着他的职务，他却是牧人哈。那这是教宗所期许的哈，教宗以身作则，希望。”啊，全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的牧者啊，各地的主教也能够跟啊群羊群们、啊，我们的基督徒啊，我们的教友们联合在一起哈、啊，携手合作啊，借由我们这次的
世界主教会议在教区阶段的准备哈，我们更广阔的去接触天主子民哈，也更接触一些社会各界的人士哈，聆听他们，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观察啊，我们的意见啊，那为的就是啊，在圣城的带领下，我们也能够知道他们的需要啊，那我们也能够借由我们的这样的服务，把天主的恩宠、救恩带给别人哈。就是天主给我们共同的使命哈。那最后我们也求天主借由我们今天的开幕啊，也求圣神再一次的打开我们的心啊，再一次的更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区、全世界哈。特别我们说全世界面临这个新冠疫情哈，以及各地的饥荒、战争的危机等等哈，更启发我们，我们真的更需要天主的恩宠啊。我们更需要跟天主的圣神合作啊！唯有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啊，让世界认识啊天主的救恩啊，也藉由圣神的更新的力量啊，我们人类才能够走向天主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以及最后迈向圆满新天新地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再次怀着这样的一个祈祷的心啊，求天主降福我们，降福这次的会议啊，也请大家跟我们教区的啊这个代表小组哈、啊、一起来合作，那我们在圣神的带领下啊，完成我们啊这次世界主教会议代表的啊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工作啊，好能也帮忙我们每个人啊，借由这样的准备啊，事实上这个也是可以结合我们两年前推的哈、啊、台湾啊地方教会啊所做的这个牧灵呼传大会的准备哈、啊，其实这个内容。啊，大同小异哈、啊，那但只是啊，更增加这些社会服务的幅度哈、啊，啊，这也是我们地方教会比较欠缺的哈、啊，所以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祈祷跟努力，求天主降福我们，也降福整个教会的服事教会的努力哈、啊，也降福我们啊这个天主所爱的世界，天主降福大家。我们也在圣神的带领下，再次的向天主表达出我们的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搬去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以圣命者，由圣父圣子所构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之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子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耶稣曾屈尊就卑，降来降生人间，向穷人宣报福音，治愈破碎的心灵。我们在此城市恳切祈求他再度来临，施恩行善，拯救生活在痛苦穷困中的人们。请为天主的圣教会祈祷，求主使他成为万民之光及普世救恩的圣事，伴同所有人走向天国。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以及台中教区全体圣洁忠信的天主子民祈祷，求主使这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帮助我们辨识天主旨意并勇敢实践。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祈祷，求主使他们不断寻求人民的公共利益，以正义和廉洁行政处事。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生病的、孤独的、受压迫的和受苦的人祈祷，求主使他们总不被摒弃，而能犹如基督受苦的面容，在苦难的世界中被珍惜与照顾。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聚集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祈祷，求主使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所标举的同道协行带领我们更深地进入教会的共荣当中，并促进我们参与其中，装备我们去实行福传使命。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求你大发慈悲，俯听你教会的祈祷，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圣祭礼仪请坐。奉献曲，所有权奉献。Thank you.
兄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宽仁的天主，求你垂视我们的礼品，用你的圣宠之光照耀参与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你的仆人们，使他们认出你的圣意，并能勇敢遵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请居心向上，我们居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无限美善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歌颂你，光荣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借着你圣子所宣布的福音，从各民族、各国家、各语言中的人们组成了一个教会，并以你圣神的德能赋予生命，以借此教会不断地召唤万民团聚一起。你的教会遵行你仁爱的训示，常带给我们对天国永福的希望，它也是你对人类信实的标记，这是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从永远所许诺的。为此，我们协同天上诸位神圣，在地上常常赞颂你，并协同整个教会同声向你欢唱，不停地欢呼。爱护人类的天主，你实在是神圣的，应受赞美，因为你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常常陪伴着我们。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也实在应受赞美，当我们由于他的爱而聚会时，他亲临我们中间，他为我们开启圣经，并为我们擘饼，犹如他从前为他的门徒们所做的一样。所以，仁慈的天父，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献礼、面饼和葡萄酒，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在受难的前夕，和他所爱的门徒们，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拿起面饼，感谢赞颂，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你的仁慈，把杯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新的调剂。为此至圣的父，我们纪念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你带领他经过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达了复活的光荣，使他光荣地坐在你的右边，直到他再度降来时，我们要不断地宣扬你伟大的仁爱工作，并向你献上这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请悦纳你教会的献礼，基督所留给我们的逾越祭献，并求你使我们在分享你圣子的圣体圣血之后，借着你圣爱之神的德能，成为你圣子的肢体，从现今直到永远。上主，求你以福音之光更新你的教会台中教区，使所有的信众和牧者精诚团结，并与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果尼贝的仆人、所有的主教保持合一，如此使你的全体子民在这纷争而分裂的世界成为团结与和谐的先知性标记。上主，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的急需，并启发我们能以言以行去安慰那劳苦和负重担的人，使我们施法基督并听从他的教导，真诚为他们服务，使你的教会成为真理与自由、和平与正义的生活见证，如此使所有的人都怀有新希望。上主，求你垂顾在基督内安眠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去世的人，他们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你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并在复活时赐给他们圆满的生命。上主，当我们这现世旅途结束之后，求你接纳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天国，与你永远生活在一起，并与天主之母童贞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全体宗徒和殉道者，以及所有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光荣你，赞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阿门。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信的人是有福的。主当请到心里的，只要你说一句话，你的灵魂就会痊愈。我们请已经准备好的教友排成一列，并保持社交距离，来恭领圣体。领主曲，我是生命之粮。
主曲《世界真光》。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借着我们所领受的圣体圣事，恩赐我们常能坚持真理，寻求你更大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诵念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祈祷文。天主圣神，我们以你的名相聚在你台前，你是我们的唯一导师，请寓居我们心中，指引我们该走之路，教导我们如何践行。我们深信软弱，容易犯罪，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不要让我们误入歧途，应因天旨而犯错。愿我们在你内合而为一，持守真理，实践正义，同道协行，迈向永生。天主圣神，我们向你奉从以上的祈求，你时时处处运行不息，你以你圣子及圣子共荣相通于无穷世之事。阿门。请坐。堂区这边有两点事项报告。第一，教友洪州秀莲姐妹圣名玛利亚蒙主恩召，定于10月21日星期四上午9点举行殡葬弥撒，请为亡者通工代祷。第二，教友陈刘阿年姐妹圣名玛利亚蒙主恩召，定于10月22日星期五上午9点举行殡葬弥撒，请为亡者通工代祷。以上。我们这一台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教区界的感恩弥撒，我们感谢所有弟兄姐妹的参与啊。
特别是来自各总统区传教协进会的会长代表们，我们谢谢大家，我们最后以隆重的降福来降福大家，祈求圣神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成为满被恩宠的共荣团体一起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以及我们的传教牧灵使命我们教区60周年等等所需要的恩宠。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的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身体的肢体。愿上主护守你们在他的爱内合一，好让世界相信是他派遣了你们。阿们。我们都被召叫成圣，修会会信，凭信徒和整个天主子民，你们要彼此鼓励，按照福音之光生活。阿们。基督的身体是透过不同的神恩和职务建立起来的，执事、师铎、主教和所有的天主子民中的传教及服务人员，愿上主在你们为教会服务的使命当中护守你们，使你们常常保持忠信和喜乐。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并常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礼成曲，你是道路、真理、生命。